你现在能拥有你想要的东西吗？我想把顺阳买下来，让你的子子孙孙开开心心共享顺阳的那种事，我是不会让它发生的。今天开始，我们顺阳长子继承的原则取消了。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圣者的诅咒了。财阀家的小儿子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财阀家的小儿子的视频。